了桂莲一枝花、是桂莲闻听我魂不在，上前来老总老总哎，问更呀、喊老总，你这个老爷又传了令哦，也不知你们换了啥刑法，有生先留啊，把眼来瞪，黄毛的丫头啊，也听我啦、俺家老爷现在给你重新换刑法，都是国家的废刑。十三张肉的生炭火烧得通红通红的，你不是自称关姑娘吗？你不是骂俺家老爷吗？来来来，你是关姑娘，身份高，把你袜子也疼了，鞋子也脱了，俺们架着你就在那热熬上了走，我们就这走下，你走上，来回不要多，一共走一杯单八趟。哎呦老总啊，那一走啊，把我这小脚呀、不就疼呕了，骨头都疼脚了啊！你还想好，这就是动的飞行，叫你两只脚残废的，给你骨头都给你疼呕了，这还不算，你看那个开油锅烧那个青烟咕嘟嘟直冒，锅底都带沙眼的，每个沙眼里都放个铜钱，就得叫你手入开油锅里边扣那个沙眼里铜钱，连一个都扣不上来，把你连帮家属都给扎脚了，叫你四肢残废。老总，这刑法不能给我动。还有还有什么刑法？老爷不讲了吗？铁铃就要给你上耳朵屋，铁铃就必须把那个铁链子给它摆在堂下，铁铃就给它拍上面，拍匀了，铁铃就是铁道的哈，都四个格啊，不管怎么放都剪在朝上，剪上还带刀枪刺的，朝肉里钻容易，朝外拽还拽不掉，它带刀枪刺，准备把你外衣脱了，留你一身的蹭衣，把你两膀子朝前边那么一肘，把你卷在那铁链子里边，当桶头四个，当洗头四个，啪啦一腿踢过来，啪啦一腿再给你踢过去，来回卷两趟，耳朵二声铁铃就都顶你肉里去了，你两膀肘在前边呢，还戳不到你心，你还不得死，一上铁铃去你都疼死，要给你卸铁铃去你还能再活。怎么卸的？怎么卸的？就是拿那个钳子把那个铁铃给倒住以后，得走一圈，朝肉里那么一使劲，朝外那么一拽，你就得行了。你拽个铃月下来，你得吼一声；拽一个，你得叫唤一声。阿斗二声，铁铃就都给你拽下来以后，身上肉都不多了。哎呀不动心你还不得死呢，你那个眼还直眨不来，嘴还能张呢，还得给你上薄皮大把吗？你看梅花桩挂了一把麻叶，上面那个刀就是留给你上薄皮大把麻的，首先打你后边整贼窝，划给他漱口到下边，拽个麻叶朝里边一入，两面再划，一咱你给你周围生的划对头，麻叶全部入在那个血口里，用吊脚水一撒，时间不长吊脚水都干了，然后四个人站在四拐角，拽上边的麻叶头朝下扒，这叫剥皮大把麻，一拽把你身上皮都给你扒干净了，就那你没动你心还死不掉，你还是喘气嘞，这就叫个剥皮大把麻，然后叫你烟炉棚打滚烧一杠里去翻身、哎呀老总不能给我上这些刑法，我一样我也受不了啊，受不了，那你就得老实一点，你就得把你那个丑事得说出来，给俺老爷找出供词，就免动这个刑法了。老爷不要给我上刑，你讲
到底你奸夫是哪一个，用什么东西害死你的本府男人，丈夫伤痕在他身上拿到穴位，你讲讲出来，我就不动心。不讲马上就动。老爷，待皇，待皇。老爷，你可能让小奴家我想一会儿呢。嘴软啦啊，你要想一会考虑考虑是不是？行，我给你时间考虑。考虑是考虑好，在我面前不要搅赖，你心对哪想我都能看出来。只要你考虑以后哪方面对你有利，讲好还是不讲好，你得给我说实话。老爷，是的，我考虑一会儿，我再给你讲。刘荣我坐上手啊，仔细地问，红堂下那坏了关公，我徐桂荣哦，暗暗地没把旁人来怨，怨一声奸夫名叫杨红啊。天哪，杨红啊杨红，我上你当了，便宜被你掏了，再领到我手。想当初你在那北京燕山当武状元中，你败给来到我的家中啊，俺爹爹留你没让走哎，把你安排休息在大厅啊。我的高楼上啊，你硬要做出了无脸那个是一宗，我倒说俺爹爹甭是你亲娘舅啊，你妈妈是我亲姑娘，我与你一个舅养啊一个姑生，咱怎能做出无脸四一宗，要被外人呢知道了啊、你想想我没了知名我怎么来还成哎哎哎哎全才任凭出众，我陪你黄罗黄罗的账来混配成案、我只说啊再结交一回拿刀吧呀，不该时时的不离我的小老盆。徐桂莲心中暗想，我爱你死定何尝没有法了，我都给你了，
俺这若给你一回算了呗，谁知道你又吃天贼了，你天天离不开我，天天来刺挠我，到后来咱闹了鬼脸，我把门来拖，还你不该撵到我婆家丈夫中，是你的此言病啊，连我徐桂莲上了你的当啊，我不该害死了丈夫啊，弄得相公说清早发上算了了事啊，没想到大街上来了那四平黄汤富江宁啊，四平的黄汤来上任啊，没想到小狗官这全不大啊，是个老头青押进江宁府啊，东堂一下将我生哦，表哥哥哪想到这国家刑法我怎么成，将啊马嚷嚷飞行生为奴，我要是公堂下边来找出公啊，表哥呀我怕你官职再大头也难定，也想我有啊，徐桂莲呐，我还得一定要保住性命啊！薛大姐想到这里个长成病啊，青天的大老爷口内所冲。要问我丈夫究竟是怎么死啊，农家我给你说了正情啊，我丈夫啊老爷，你问我丈夫究竟是怎么死的吗，你说徐桂莲话到嘴边就要说出实话，哪要想就在这个时候就听那个堂外边徐大姐他就在堂下要说实话，可不好喽，大堂外有
人咳嗽一声呐、啊啊，这时候单一单没惊动哪一个，惊动了关谷徐桂荣，一听声音明白了，公堂外来了我的表哥名杨红红。便知道前夫他来到哎哎他一来能保着农家得安宁，小丫头小老子你也不怠慢呐、啊，走过行啊，你不该今天把我生啊，生死了你的关谷多取情，徐关谷他句句都把刘荣骂，惊动了千岁我后传功，杀刘荣我观看啊，跪连个徐大清，这个小丫头左反南右反南，话我眼看眼都到了嘴边都要说实话，怎么被外边这个家伙一声咳嗽不要紧，把话又拿过来重说了，不嫌老爷又骂我是个文官了。嗯，肯定外边咳嗽这个家伙大有来历，他不是一般人，难道说就是徐桂莲的奸夫？刘荣想到这里也不怠慢，他朝着外边细整整，外边像男女老少有多少，众人看我案子审，我审案子是把蒋灵甫前后门开放，不管什么人都放了进来望，我这个断案光天化日下这断，我不是偷偷摸摸断的，外边好多人都给他看热闹，右手着东南拐角六成万，高坡上站着人一名，那个人站在东南高坡上歪着头斜着眼，看样子他在那里呀、啊、还把气生，他一看客色这个人是谁，东南关那个高坡最高的地方站个人，那个样是又气还又不服，头歪着帽子也歪戴着，那个眼还斜着，那个膀子还立楞着，一个高一个地，一条腿是好腿跟他站，那条腿大概是坏腿，还跟那块合色，别还弄了叫七二指、啊、那个贼在那咕咕弄弄还不知说啥，这个人年龄25-26岁，长得不闹，天庭饱满地个方圆，又看他这个红绳穿戴是个便衣，就是平常的穿戴，看不出来他是做官的还是搞商业的还是老百姓，看不出来，我总看到那不服我。刘荣心中暗想，你别不服我，来弄两句话我来炸炸你。刘荣想到这里，三百衙役哟，领本老爷一指令，快到外边捉那徐桂莲的奸夫。只要捉拿徐桂莲的奸夫，三班衙役都愣住了，心中暗想，老爷你成精喽，见鬼喽，你咋知道他奸夫来的？徐桂莲又没承认他奸夫是谁，你怎么叫我们去逮？老爷谁是他奸夫我们不认识啊。
外边那个外戴帽子的斜着眼的好腿跟那站，坏腿跟那合着的那个家伙就是徐桂莲的奸夫，把他抓了进屋。是三班衙役把个毛林托索一领上外边就逮去了。三班衙役一看，娘嘞，这哪有什么外戴帽呢，老爷俺找不到外戴帽呢。算了算了，回来回来，那外戴帽子他有点怕了，他怕你们逮他，帽子都磨针了，暂时白逮回来吧，让他再多活两天。刘荣心中暗想，我不能暂时逮，我是吓唬他的，真正给他逮来，我人证物证一样没有，我讲不过他，这个抓起来办案你得首先站住理啊、哦！我是吓炸胡了捧，我炸着他看他搁尸体，哪里要想他还正是的。为什么？你要不是徐桂莲的奸夫，你不会跟他害怕，你也不会再把你帽子摸正，这就断定你是他的奸夫。我现在没有证据，我不好逮你，我让你再多活两天，然后把个案断清，徐国莲的说是供词，我再抓你也不迟。刘荣我想到这里，把三班的衙役这就召回来了。三班的衙役又上了堂，单唱着刘荣把话来讲，三刘荣我又朝外边观看，大堂外男女那么老少闹嚷嚷，人群里有一人眼中含泪，那个人行李上护生穿戴呀，我认得了，变着调，他甭是七名进士，也在这方啊。三六荣官到这也不太难，不要难过，来来来，甭管我请你来上大堂啊、哎、那个死者的哥张灵也到了，被刘荣认出来，该说他认识不认识啊，穿戴着七名进士打扮，因为徐国莲夸他娘婆家管，说他婆家有个老大叫七名的进士，总政府三个大字小字落款张，是几方面的断定他姓张，死者不叫张鲁吗？这是他婆家大哥叫张林。刘荣就说，张连兄赶快上堂叙话。张家人员可好好，两边老百姓就说，镜子老爷呀，你听见了，哎呀，邢大老爷请你上堂了。他这个人缘好，好在哪，就因为张林是个君子，对人有仁义呀，姓严对人有好的不坏。静思爷，老爷叫你上堂，快去。张灵这个时候把眼泪擦擦，心中暗想，这家老爷咋能认识我，你能为我的兄弟断案伸冤给他出苦，我张灵是感谢不尽，既然你叫我，我就去见见你。可怜张灵当时把眼泪擦干了以后，走一步坐了个椅，走两步点了个头，感谢不了，这么大堂哥就走来了。我张灵迈步上大堂、啊、不用我呀，一人
来送老兵，没想到啊，大街上这来了四瓶黄汤啊。把我弟妹桂莲也来帮上，哎呀哎呀，这一个老爷他的胆量大，在公堂他审我弟妹女红妆，宝珠也在朝纲啊，他二哥本是南京的单帮武举，他大哥是国家头名的状元啊，他干爹是南京的二品知台，多么的将来这一方自称是连外个小朝廷那个二天子啊，日进这斗金，还有钱粮，独霸三江，不叫粮草，他本是啊，三江都督个杀人王。老爷，你竟敢把我的弟妹带上堂、张林走上堂来，心中暗想：老爷，你光知道抢来花冠，带来我的弟妹，大堂审他，你可知道他家官大势大？哎，老爷，你能搬得动他家吗？思想想往前走，哎呀呀，我看见兄弟花冠在门旁，哎，人常说不见棺材也不掉泪呀，张林我呀见棺材好比见船长啊，我走上前来也没怠慢，兄弟，哎，兄弟连连叫断肠啊，二弟呀、啊，你死了一命就折过你，我的兄弟呀、啊，哎，你可知楚怀大哥，你的兄长也只说，大哥我把你送下地呀、啊，没想到惊动这老爷个四品黄堂，大姐他把你的棺木抢啊，哎，也只说他能给兄弟你生冤枉，二弟呀、啊，把你抬进个江宁府啊，哎，你可知又带来弟妹上大堂啊，
可怜呐、啊，现如今停灵个在这方。二弟呀、啊，你在这阴曹地府也不晓得，现如今老爷他就要为你个生冤枉，竟是一。可怜他哭哭啼啼往前进，这时候周围人没有一个也不行赏，就听有人个张灵来叫，张灵啊，老爷叫你上公堂啊，上前就忙施礼，老爷在上，我问安康三六荣，我管到这里面带笑，面胸短面胸长，你的个名字被本官接张灵又开枪，老爷啦，你要问我是哪一个，我本是棺材里死者的大兄长，我的名字个叫张灵，求老爷你给我兄弟还报冤枉啊、哎哎我个马市里耶，这时候抬头看，这老爷还是一个少年郎，别看他是个年轻的汉哦，看样子看样他断案还有胆量，张灵见礼来观看，几瘦是一张的脸，八字胡须在嘴巴上，千岁爷刘荣啊官大爷开了口，张年兄不要太心伤啊，张年兄不要再难过了，人死不能复生再还阳啦，来呀，给我的张年兄打坐。张灵眼中含泪说：“老爷，我张灵来到你江宁府大堂，连驻扎的地方都没有，也有天胆逃走。”哎，张年兄，不要客气，此坐就坐，谢过青天大老爷。两边看了坐，张灵我这才坐下。张连兄，今天我断你兄弟张鲁一案，我看你非常的伤心难过，你的兄弟究竟是怎么死的，你知道知不道啊？张灵说：“老爷，要问我兄弟怎么死的吗？老爷，可怜我那苦命的二弟，死的是不明不白。要问我的二弟怎么死的，我的青年大老爷。”
俺死的是在医院。张面兄不要难过，哭哭啼啼讲不清楚，你还是坐下来慢慢的讲。老爷，我兄弟，他又朝徐桂莲望望，徐桂莲跪在堂下里。刘荣一看辨知明白，看起来齐明竟是张玲，也怕他弟妹徐桂莲。来呀，把徐桂莲上上三大件押进女板房。是，手铐脚镣夹板都给他干上，两边拖拖拉拉把徐桂莲关押那个女牢房里去了。张连兄，你怕他是不是？有些话你还不敢讲，现在我已经把他关起来了，你就只管放心了。你兄弟究竟是怎么死的？你弟妹没找出供词，他说他十八岁双膝临门，你们家搬他过门，说你兄弟得病死的。这个话是真是假我还不大相信，现在你是死者的亲人，你要说出来我会相信你的。你讲你兄弟究竟是怎么死的，你知道多少你讲多少，一字白瞒我，一点白隐瞒。张玲哪还能在这坐，一看青天大老爷为我张家这一案，真心实意为我的断。老爷，你为我兄弟断这一案，你受我张玲一拜，不提起二弟张鲁还好，提起来我的兄弟好不可怜啊。其实嘞，兄弟张鲁他怎么死，倒叫我张玲毫不伤心呐。死了我的老母亲，可怜我一双的父母死得早，老爷呀，是舅舅把咱们呐十五不了零啊，十八岁呀，风声远之日背得了谁担？我兄弟一十八岁得的中。
搬亲，我只说搬来了弟妹一场的喜呀，没想到徐桂莲是个闹家的呀生哎，张玲心中暗想：老爷有好多话我都说不出口，这有些家仇怎么朝外讲，也只好说他俩天天吵夜夜打，夜里打什么你想想能不打吗？一个想一个不给，都是年轻人，三句话不说都打起来了，这闹的门旁的四舍都不安身的，我兄弟被我弟妹闹急了，来找着大哥把家分。哎呀我的张年兄啊，这个话你说出来你就错喽。老爷我又错在哪里？你是当大哥的，你兄弟媳妇才过了门，你兄弟就来找你分家，这就是说嘛，你这个当哥的个家没长好啊，所以你长不好家，你兄弟媳妇对你都有意见，他才没有发过你家日子，才和你兄弟天天吵夜夜打，一个劲的闹仗。张年兄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你说这不怪你能怪谁呀？老爷你说错了，你误会了，他两个闹仗并不是因为我。哦，不因为你？你不是说你兄弟找你冯家吗？不因为你，你兄弟怎么抛头露面来找你冯家呢？那因为什么你讲？老爷因为我的二弟妹，他什么？老爷他，哎，张丽心里知道又不好意讲出口，这个话我该怎么讲呢？说出来又多丢人，我弟妹嫌弃我的兄弟，他不给我兄弟，我兄弟呢就跟他俩打，我兄弟不让他，所以就白天呢就跟他两个吵仗，夜里呢上床睡觉，徐国莲不让不给我兄弟，非要斩他，所以我兄弟能不给他俩打吗？这话我能讲吗？哎，我还能这样给老爷说啊？这不叫家仇外扬了吗？张玲想吧，说老爷，你说我有错，家没长好，我的青天大老爷，张玲我没说话，珠泪如锁，我的青天大老爷听我说，我只说来了弟妹是一场戏呀，没想到弟妹没过门，实在的饿，和二弟天天吵夜夜打呀，二弟无奈呀，小贱人
娘他爸没来过、啊、你哪里知啊，他一天到晚看不起我、啊、他跟我夫妻感情一点没有，大哥我和这个贱人怎么能过日月呀，是不是啊，他来到俺家哥不自由啊，没有在娘家啊过得快乐，所以我来找大哥商议商议吧。大哥嘞，不如把家分开，咱们另置过呀。能把家分开，小贱人也许能喜欢我呀。老爷，我为了让他俩夫妻能过好，哎，薛桂莲能安心、啊、过日月，我才答应啊，我的二弟才把家分开个另置过。自从我把家来封掉，哪料想小兄弟三个多月没见我呀。张年兄，那说明你兄弟不见你，你把家没分好，分偏了，他对你有意见有看法，所以才不想见你。老爷，我分的家对他不薄。哦，你对他不薄，那他为什么不见你呢？我就问问你喽，你家是怎么分的，张年兄啊？老爷，要问我把家是怎么分的，青天老爷，我按照了二弟他的话来办，我就答应他分家，行，俺都分。我请来老青少灵把个酒来喝，冬装请来我的亲娘舅啊，西装上请来我的老姨婆，姑奶奶表叔我也请来了，我又把我的个姑父请到俺家里坐呀，我张玲又把邻居请啊。张年兄，你兄弟找你分家，把你至亲内亲上排位亲请来帮你分家，因为你没有父母了，你的舅舅姑奶表叔可以当这个家，还有你姑父，你为什么要请你门旁邻居的呢？啊，你请邻居干什么？老爷，我请来门旁邻居帮帮我呀，哎哎哎，我请来门旁邻居是来给我作证的，是来帮我的，因为我弟妹坏，他不讲理，我怕冯家的时候他眼里没有我家这些亲戚，他会鬼闹，所以我就把孟旁邻居请来了。那请来了这个家怎么封的呢？哎，我把那一些亲朋好友请来到了一起，把家的分开领旨了过，好的，我家倒有300多顷啊，
我留了一杯可不算多，我家里倒有八个鸡爪，我分给二弟整整五个。我又说啊，家里边好东西呀、啊，任你要吧，剩下的不要，你都归我呀。哎，老爷，我怕我弟妹不讲理。我说二弟，弟妹呀，这田地呢，我只少要一点，多的给你们八个鸡爪，你们五个，我留三个。哦，家里边好东西任你捡，任你要，捡剩的都是大哥我的。不过有一条，俺们家这个房产就是住房了，这个家就不能由着你们了。家有长子，孤有大成，爹妈不在了，唐楼我是长子，应该我住，你们俩还住在西楼，你还住在你那西楼上，其余呢俺都给你都行。老爷，我就是这样把个家风掉、啊、老爷嘞，你说我疯的呀，我为了弟妹在俺家能和我的兄弟过好日子，我就是这样把家分了。哎，张连兄啊，你这样封家对他两口子不算闹、哦、蛮对起他两口子的。按道理说嘛，弟兄封家就应该一人一半嘛，你做哥的能吃这个亏，好东西都给他们俩了，那你二弟他为什么他不想见你呢？啊，老爷，我也是因为这个生气的，我想不开，我想不明啊，所以一直到八月十五，八月十五是个大节，千家万户人家都过团圆节，唯独的是咱们家弟妹头一年过门，时间不长闹的把家就分开了。可是难道说这八月十五啊，团圆的节就不能应该在一块过吗？我就想阿弟呀，阿弟呀，我想二弟，难道说你就不想我？大哥冯家哪一点对不起你？你不见我呢，你就不考虑考虑哥，就不想连你了？平常都是无所谓，中秋大节你也应该找我商议商议，这个节怎么过哈？你中午我等你，你不来，家里菜呀需要的什么我都买的条条道道，又不让你花一个钱。中午你不来，一直到晚上你还不来找我，所以我就气得受不了了，安排家人，我派人去就把他找来了。老爷嘞，我的意思想把他找来，我见了我的二弟，我狠狠地教训教训他。哪料想二弟时间不大，跟家人他就来见我了。他已经我家的客厅见到了哥哥。老爷嘞，哪料想我的二弟就哭了，哎，还朝我面前扑通一跪。我就说二弟起来起来，坐起来说啊，你哭什么呢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你这么难过，为什么呀？你起来讲啊。老爷嘞，哪料想二弟不愿意起来，跪在我的面前一个劲的磕头。他哭着讲着哭着说着，大哥，我对不起你。